艺兴，我昨天看了他的演唱会，我特别欣慰。从他刚回中国开始接触，成为了好朋友。我很担心他，因为他特别单纯，怕他哪方面不够努力啊。但是我昨天看了他的演唱会以后，知道他成熟，成为一方霸主，很棒。表演真的是从大的体系感觉，从小的感觉释放，精准的把握。觉得他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唱票歌手，同时电影《孤注一掷》票房又很好，我还没有看啊，过几天去上海，我自己买票去看，到时候再跟他交流。我觉得艺兴现在成熟很多，我放心，希望他能够在戏剧上能有更好的一个进步，因为他开始热爱表演，以前他不热爱，他只喜欢唱歌。黄渤给他讲讲戏，他都能睡着觉。现在我觉得他开始热爱表演，我觉得他会成功，他有天分，他有比别人努力，他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